小的时候很想要一个商店里边的所有零食都归我。666。后来就想有一个服装店里边的东西都归我。会紧张吗？你可以坚持做自己，可以很自由、很奔放，体现你自己的个性。我很害怕自己会太奇怪。这里的葡萄都好好吃的。应该很贵吧，所以就是购物嘛，赶快买。